好大哦！啊，有了有了有了哦！好啦好啦，那这个哦，先讲一下，这个是小恩给我们的账号，那这是小恩送我的账号，是一个那个分身有爱猫骑手的，对，虽然练得很慢啦，但是也存了一些魔法石。好啦，那就先来第一抽好了哦。哎咻，确认一下是神迹吼，好，确认一下，好，有 God Face 的开吹中，好，没有问题。没关系啊，分身其实我真的觉得无所谓，我现在已经觉得反正队伍大概已经齐了，其实就抽爽了而已。哎呀，小金龙，你好，你好，嘿呀！这三小，这什么鬼东西来的？哎，这是什么鬼玩意儿啊？好像没看过哎，看起来就像是哦不死鸟哦。好像没什么屁用，烂烂的。再来吧。哎呦，小金龙！嘿呀！哦，白金之星！乌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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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而且为什么他星数六星是不是已经进化完毕了、啊？我记得白金之星五星好像不是长这个样子吧？这是不是已经可以直接就级进化了？这是不是已经进化完成了、啊？再来吧，手好抖，好紧张。嘿，哦，大小乔，哦，大小乔，没有进化的，可恶，居然没有进化的大小乔。好吧，最后一个了。大乔 and 小乔背后还是奇怪的龙，我看过很多本，我很知道会出现什么。好吧，最后一抽，喵喵喵，小金龙。看起来怎么没有？感觉看起来就没什么，这看起来就假金蛋，这跳到假金蛋，什么鬼东西啊？斗拉跟赖打龙骑士。看起来就是个废物，好吧，这家伙看起来没什么用，当肥料好了。一只大小乔，一只啊，我去看看有没有把托托林弄出来好了，我试一下。我去看有没有叫托托来帮我抽主杖，他抽是主杖。iPad 跑哪里去了？ iPad 呢？好嘞，等等啊，那只有用哦。哦，好好，我有了，留着。干，分身抽了四颗金蛋，我觉得我主张会抽到哥雷姆，怎么办？我看一下哦，看能不能叫托托过来抽，试一下。等一下哦。加过来，等等哦。啊，等一下哦。哎、啊，好像线不够长哎、欸，糟糕，好像不够长啊！这样看不到荧幕哈，你这样看得到吗？好了，就来吧，
多多利，交给你了，多多利，不要跑啊！啊，不要跑啊！交给你，交给你，好，来按，来按，来，按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来按，哎呀，哎呀，快伸手，哎呀，按不到，啊，你的另外一只手啊，跑走了，算了，多多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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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回来回来，多多利，回来回来，多多利，不要抓痒，多多利。回来这里，托托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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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赚了，我不要靠他了，我自己来，什么了不起？我今天才帮他输过好吗？赚了，我自己来，自己来，好了，这是主账号了。啊，只有六颗魔法石，真是不想氪金了。小金龙，嘿咻！这谁啊？啊，师婆，哎，还不错啊，师婆也蛮好用的，带一只就可以，就可以直接破防了。我也没有师婆。不过技能好像蛮难练的，就是了。看一下，要干嘛？对，我在想要不要把……哎，对了，小温，其实我蛮想问你的，我要不要把暗火进化成暗暗呢、啊？因为我抽到了暗丸子，说我上次20颗抽了2个光丸子跟1个暗丸子，我在想要不要把那个白虎换成暗暗，然后把那个毒奶换成那个衣服穿比较少的那一只。对啊，圣龙石我有一颗啊，可是我想要来生那个什么东西。圣龙石我是有一颗啦，我就一颗而已。对啊，可是我想圣龙石拿去生别的。然后毒奶我在想要不要把它换成那个穿的少一点的，其他还有什么？对啊，再打一只哦，好吧，毒奶是上次新蛋抽到的啦。然后麒麟旧禁咒我也没在用啊，可以齁，可是我在想有火好像啊，不知道欸，我是因为我队伍其实有明后嘛，因为我有明后走恶魔会好一点，其实好像会好一点齁。对啊，不然就然后真的麒麟我进化都也都没在用啊，我根本不会用，干机车我根本不会用啊，我之前用麒麟，干我整场在10场只有1场曾经发动4倍吧。对啊，不太会用麒麟的，没办法。哦，那有什么比较可爱的？哦，两只光丸子，然后这也是上次神迹抽到的，麒麟也上次抽到的。然后还有什么东西啊？小木乃啊，找时间把它练起来好了。我上次刻了一单嘛，可是我木队根本没什么好用的、啊，我木队都是废物哎、欸。你看我木队全部都废物，排第一的居然是那个冰麒麟，我的木队整队都是废物。水岸吸血鬼吗？没有啊，你是水岸吸血鬼吗？水对我也没什么东西啊，那就是这个埃及艳后吧，还不错。哦，水对好像没什么好玩的，其实我都是暗队比较多，而火队也不，其实我火队我发现火队也蛮多的，我火队有这个，然后有朱雀，有弗雷，有湿婆，对啊。运气不错，运气不错。可是我总觉得今天我掉的一只都没有那个耶，都没有加倍的呢。我
觉得火队好像，对啊，我也觉得火队可以组了。我觉得我火队还蛮齐的，对啊，我也觉得火队蛮齐的，就可以组个火队一个暗队吧。水木队大概就组不出来了啦。那个是不是那个？那应该是广告吧，我奔一下吧。哦，对啊，有师婆啊，对，师婆哦，对好，没有啊，战军神是在另外一个账号啊，可是战军神跟大小熟都在小号啊，我主账只有抽到那个而已啊，主账只有抽到那个师婆就一抽啊，对啊，是有赚啦，是有赚啦，是还不错啊，这次感觉抽的还不错啦，至少对啊，都金蛋还不错啦。好啦，没有啊，就开一下吧。恶魔队哦，那就是把那个白虎转成暗白虎咯。对啊，因为我现在是放暗熊啦，我觉得暗熊比较可爱啊。然后，对啊，我主张一抽啊。对啊，我没石头啊，今天根本没有石头可以打。今天我现在根本没有石头可以打、啊，像那种你说那种像是什么神秘龙那种地狱，我又打不赢。然后其他的话关卡，然后技术关我又卡在那个风树之塔，我手上根本没有木薯可以用的怪，就是风，然后又卡风树之塔，然后现在没有什么石头，除非氪金啊。可是哎，就之后再说吧。因为暗其实理论上是一只暗火，一只暗都最好啦。对啊，没差，我走暗队啊，我不吃 type 啊。就是给他们输出的信箱石头领啦领啦领啦都有领啊，都有领啊。主账 ID 可是我现在没好友缺了，我到时候会再放在有我有好友缺，氪金就是你的超能力，暗神秘地狱哦，不知道试试看吧。挑战打完啦，挑战都打完啦，都打完，能打都打完了。对，可以吧，我可以贴一下我的那个。可是我只剩两个名额了啦，如果你们有白虎或者什么加我最好啦，如果没有的话我就看看吧，看心情加两只，因为我只剩两个名额了，不好意思，因为对啊，真的没什么石头，对啊。好啦，那总之我们今天实况就到这边啦，那再次谢谢小温的大恩大德啊，让我们有个暗猫账号可以连抽四金，尖桥其实还好，不太缺啦，因为我是走玩暗队居多，对。好啦，那么祝各位有个愉快的周末，那就晚安咯，拜拜。